哦，弗朗斯，他打装甲车那一队。这个时候我有一计，啊，他妈有一计了。你看，我就趴在这里，右边打不到，头上打不到，左边来了也不知道，你就趴我左边。有，这一计妙不妙？这里是一个小凹坡，有人来了，我们听到枪声，他过来我们就能打他。原点那个位置，他们如果能打的话，必先逼我们先跟他打到。右边的人又打不到我，你别理我啊！别理我，后面的，后面的，后面的，你过来。妙啊！妙，兄弟，咱们牛逼还没吹完，他就把我打死了。